住，别回头，小心我意大利炮一炮过去把你炸融了。身上有什么金银财宝值钱的拿出来。没有没有啊，这大包小包的是什么？你不要动我。我要动你啊。你小心不要走火，我跟你说我害怕。别动别动，顶住了啊。我不动。骗我啊。手机拿来。没有。拿不拿啊？你没有手机啊。放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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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跟你说 啊你就不要说见过我啊。没有。别回头。我眼睛看不见。别回头。我眼睛看不见。眼睛看不见啊。对对对。瞎子。你瞎子。就卡曼，你今天出门还是太幸运了，抢了一个那么有钱的瞎子。那行吧，滚一边去。那个包还给我呀。滚，包都不还了。这要命了，我的包我的钱呢，怎么办？哎，小婷婷。哎，你怎么在这里哭哭啼啼啊？有个人拿了那么长的一个棍子，他说是什么意大利炮，他说他打劫我了。打劫啊？哎呀，我说呢，光天化日朗朗乾坤竟然有这种事情。他穿的那个衣服是军绿色的，他把我的包跟我的钱全部拿走了。军绿色的？嗯。是不是肥肥的？有一点，那个头有点大大的。我知道了。你知道是谁呀？我大概知道了。你这样，你回家等我。嗯，行。他往哪边跑了？他往后面了，他往后面了。后面是吧？啊。行，你等我，我把你抓回来。好，我回去等你了。感谢叶村长。什么都不值钱，嘿嘿，就是这个值钱。哎呦，破包呀！嗯，不要。哎呀，可以让我干一年睡一年的代价。是啊。哎，不用干了啊、哦、这么多钱。哎，是啊，村长好巧啊。拿了这个钱呢、啊、在牢里面呢也可以一辈子不愁吃穿了啊。哎，讲这种话，什么牢不牢的，我听不明白你讲什么。听不明白是吧？哎，我不打扰你老人家。哎，大头，哎，你这个钱哪里来了？我这钱，我扛水泥赚的。扛水泥？对。你在我们村里是什么人？你不知道吗？游手好闲、好吃懒做、烂泥扶不上墙的阿斗，你跟我说扛水泥，就你这个小身板，你老实说，你是不是打劫了人家阿婷的？哎呀！你宁愿说我偷鸡摸狗，也不能说我打劫啊！打劫这是因为我不干。人家已经指证是你了，穿个军绿色的，还肥头大耳的。现在呀、啊，警察到处在通缉你了。喂，没有那么严重吗？估不准啊，等一下马上到我们村。哎哎，这个包我刚才在地上看到的，捡到的。哼，你帮我拿还给他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。这个包跟钱啊都是那个小婷婷的。哎呀，没有。我跟你说，虽然不多，一万多块啊，但是你足够人家牢里面啊下半辈子不愁吃穿啊，还有你家里面300岁的老母亲有没有人送终，你自己掂量着，孰轻孰重。哎，村长，你说我该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是如果不想坐牢啊，如果还想送终的话，马上去赔礼道歉，还要，如果人家原谅你的话就还好，不原谅你的话，你直接踩缝纫机吧，村长，爱莫能助你了。喂，村长，要不这样子吧，这钱我还给你，还给他，然后呢，我跑路，哼，我出国去跑路，法网恢恢啊，疏而不漏，你能跑得掉吗？你赶紧去赔礼道歉。我不信，我打死我不信。你不信。我不信。